部风香知是名白椒香，气味辛苦平无毒，主治吐血鼻血，用白椒香葛粉等分为末，将之调服，吐血卡血用白椒香同清各一钱，盐为末，放入干室内，纸包微熟吃下。右方用白椒香切片，至黄一两，新棉一两，烧灰为末，每服一钱，米汤送下，便拥脓血。用白椒香一两，盐为末，加麝香，青粉少许，搀敷患处，裸力软接。用白椒香一两，化开，以蓖麻子64粒研末，加入搅匀，成膏后摊贴患处，疮部收口。用白椒香、青粉各二钱，猪油调涂，恶疮。用白椒香、松香各一两，加麻油、黄辣各二钱半，一起融化，再放入冷水中充分调匀，摊贴患处。紫方明水沉金丝膏，小儿戒选。用白椒香、黄柏、青粉等分为末，加羊骨髓调匀敷涂。大便不通，用白椒香如半枣大一块，薯粪两枚，共研匀，加水调成挺子，纳入缸内，过一会即可通便。复方白椒香是风香树的树枝，功能止血、活血、解毒、生肌、止痛。赵学敏在《本草纳木拾遗》一书中，增加了风香树的一项药用部分，即它的干燥的成熟果实，药名碌碌通，味苦，性平，微涩，能通经利水，除湿热痹痛，治月经不调、周身痹痛、小便不利、腰痛等症，但阴虚内，经水过多及孕妇忌用。